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訪去年一月啟用位於啟德的個案追蹤辦公室，向在場同事拜年。新年好，虎年行大運，工作順利，身體健康，望月樓群眾。林鄭月娥聽取同事匯報第五波疫情以來個案追蹤的工作細節，例如追蹤望月樓群組200多名食客。林鄭月娥感謝同事對抗疫疫情的貢獻，期望社會盡快復常。香港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早日走出這個疫情，慢慢令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回正常。再次代表特區政府感謝大家的努力，多謝大家。林鄭月娥之後到今年一月新設於旺角的個案追蹤辦公室，為當值同事打氣。成交在抗疫貢獻很大的，早期的物資啊、口罩啊，很多東西都是成交，我都先後去了3次，起碼即係 CSI 嗰度。林鄭月娥勉勵同事繼續做好追蹤密切接觸者的工作。兩個個案追蹤辦公室而家有400多個工作人員，大部分嚟自紀律部隊。至今成功協助追蹤超過31000名密切接觸者。